好，有手就行，就骗我玩小丑。这个大神的意思就是，你只要有手，你就能玩小丑。啊，骗我去玩小丑已经骗到这个程度了。天赋的话，应该是张狂风窗啊。看他第一波聚怎么拉吧，脸上一个佣兵，你聚不聚嘛？大副，好久好久没有遇到大副了。哎，空军交枪 ，nice！ 这波枪交的不亏啊，这波枪交的就很舒服。断你第一个推进器，对于小丑来说是很伤的。第一个推进器断了，然后这边空军一波拉，距离拉开，你下一个狙万一再被断，这把小丑就炸了，啊，这把小丑就炸了。佣兵，看一手，刚刚谁打我来着？我要追他追到死，追到天昏地暗。空军到前面小门这边有一个板子，一板两窗，这块板子下掉，闪现过来，哎，还跟我来这些，我有闪现，不吃你这一套。不过先知有鸟，先知有鸟，看这个鸟给不给吧。我需要帮助，快来！谢志说：“这也太快了吧！”刚说完就话音刚落，这人没了，反应都反应不过来。像我这种老年人手速啊，对吧？那天老杨就叫我给鸟，我说好的，我点开，然后他已经死了。那佣兵可能要吃个狙，这个你要给佣兵吧，给佣兵也不错。相对来说，给佣兵更稳一点。来来来，不给鸟吗？不给鸟，这鸟直接套给空军，这鸟套给空军没用啊！这鸟套给空军的搏命结束时间，这空军还得倒。你这鸟套给佣兵，这佣兵少吃一个狙啊！好了，这空军在这边被架死了。不是这个鸟给的就很有问题了，为什么会给这个空军呢？这个没想通啊，因为你给这个空军一点用没有。好，这边锯好了，再来打你一锤，板子踹掉一个锯，这边先知先吃一刀。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这种情况就是，如果说第一波六人你能给上鸟，那这个空军可以继续溜。第二波有搏命的情况，这搏命二十秒，开了二阶锯的小丑，你本身就溜不动的。这个鸟一定是给佣兵啊，给佣兵的话这把还能保平，现在的话这个局就有点难了，因为外面一个佣兵一个大副本身就修不太动，万一大副过来对吧，就下人吃个双倒什么的。这里也开始扫荡扫荡，哎，扫荡式扫荡式，哎哎哎，拿狙出来一狙打中空军，好，空军挂飞，还行，大夫这波救人没有吃任何一刀，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救人了。这样的话，至少求生者还有机会能保平啊，还有机会能保平。看一下电机，这里大夫可以回身过去补哦，这边好像不要摸血吗？两个人摸血，摸完以后慢慢打，最后一台电机。墓地有一台，然后这里先知修完一台，我们分析一下电机啊，佣兵这台能点开，就还差一台机，还差一台机，墓地这台修的也不少了，这里过来找佣兵，闪现，直接不跟你商量，好，你是吃了锯的，吃了钻头的，那我这边再拉一个推进器出去找外面的人，两个人摸好，这个佣兵可以暂时先不用管了，这佣兵摸起来那得时间很久了。就不知道这小丑有没有点那个崩坏，点了崩坏，那就在地上躺着吧，就对吧？这个叫什么？治疗加速器。好，这台电机分布已经确定了，就中场一台，然后墓地一台，四号机一台，这台电机都修的比较多，墓地这台应该是最少的，大概修了不到一半，其他两台呢都已经超过了70%，接近80%的。但先知这个点是炸乌鸦了，你还去摸佣兵，这难受了呀！
摸不起来，这摸不起来，这摸不起来，不用摸了，试都不用试。这个时间点佣兵估计摸了一半左右吧，一半多一点可能。就佣兵这时候摸呢，感觉在修一台电机一样。正式好，这里我觉得还是挂先知好。佣兵虽然说可以扛一刀救人，但是这佣兵如果交掉自摸起来也不亏啊。好，挂上。现在的电机问题很大，因为墓地那台电机又远，然后进度差的又多，这里只能等佣兵起来，只能等佣兵起来。佣兵爬，拉开一点点，至少保证自己起来的时候不会被一句直接打倒。大夫，佣兵起来了，好，那佣兵先休息。大夫这边救人，看救下来没有搏命，一刀两个人谁都可以。先知倒地，七秒钟以后有狙，这个狙我觉得。哦，他这边是装一个配件，可能要去管佣兵。对，这边装个配件就是要去管佣兵。佣兵这里没有板子，回身过来看大副，想把大副的怀表先给逼了。叫怀表，哎，哎，哎，肉肉，哎呀，佣兵的基点掉了。先知嘛，这边还是可以管一手的，但是这边挂上大副，挂上先知，双挂，你这佣兵修机还是救人的。嗯，看一下吧，佣兵最好去把这大副给偷下来啊，最好把大副给偷下来。这局大免应该是一个四杀局啊，大免是个四杀局，回身过来防守线不好。好，这边佣兵交自摸的，大副已经放弃抵抗了，确实没什么机会啊，我需要帮助快来。弹护臂有没有机会去把这先知捞下来？捞下来也没有用，闪现好了，闪，不闪，闪，四杀啊。嗯，总体来讲，求生者其实有一点机会的。这个开局其实第一把枪空军这边交的非常的好啊。